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松绑室内口罩政策，教育部将自3月6日起配合放宽各级学校校园室内戴口罩规定，实施自主佩戴口罩措施。但于健康中心、校车、幼儿园专用车及校园接驳车等仍应戴口罩。针对校园的口罩放宽政策，有些学校还是保持着防范疫情优先为主，校园健康监测与通报、环境清消、教室保持通风及备妥充分防疫物资等常规防疫工作仍会落实执行，避免校园群聚疫情发生，请家长放心。基本上我们觉得戴口罩之后其实有很多好处，因为现在病毒很多，其实要预防的不是只有 COVID-19 而已，我觉得像肠病毒啊，因为小朋友他们就无形之中手就比较少放在嘴巴里面，好，然后或者是一些诺罗病毒的感染，我们就觉得相较于之前几率就降低了很多，所以戴口罩还是有好处啦，对，还是有好处，所以我们还是小朋友如果他们也都戴习惯，所以他们也不会想拿下来的情形之下，我们也不会去鼓励他们拿下来，还是鼓励他们，即使现在已经松绑了之后，我们觉得说还是鼓励他们，如果他们可以戴着啊，就是还是用他们戴着这样子。对。针对3月6日周一校园开放不戴口罩的措施，文光国小校长洪鸿贤表示，学校将会依据中央的指示办理，以开放的方式尊重老师、家长与学生，但若仍有学生与家长要求要戴口罩，学校也不会强制不能戴口罩。为了防疫，我们要把口罩戴好，才不会又感染到。今天3月6号口罩政令解封之后，发现其实我们学校绝大部分的孩子上课甚至运动的时候都还是戴着口罩，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两三年之后也习惯说戴着口罩上课运动，也保护自己保护别人。然后我们学校现在虽然解封之后，我们在学生的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要求请学生架起这个隔板，要保护自己要保护别人，让这个疫情为说因为口罩的解封而扩散出去。各级学校已经开了防疫小组会议，根据中央发布的规定授权各校决定，新校则授权与尊重班级导师与家长学生讨论的决定，以放宽戴口罩为原则，不勉强要戴，要戴的也不勉强不能戴。而除了户外课、体育课、音乐课免戴口罩，到健康中心打菜时则都要戴口罩，平时应提醒学生要加强消毒勤洗手。隔板的部分原则上开放，也授权各班级决定。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112年2月20号开始，那就实施我们室内戴口罩放宽的通关式规定。那教育部也考量到这段期间为了要观察学生他的健康状况以及进行校园的环境准备工作，那也宣布从3月6号开始来配合放宽各级学校校园室内的戴口罩的一个规定。那也就是说从3月6号开始，各级学校、幼儿园、课后照顾中心以及补习班实施室内空间原则上由师生自主佩戴口罩这个措施。那自主佩戴口罩的表示说不强制来佩戴，由师生自行来决定，那我们尊重师生的自主意愿，那我们也请学校能够持续的加强环境的清洁消毒以及个人的卫教来先导，譬如说要注重手部的清洁消毒，遵守咳嗽的礼节，那我们要希望说能够落实生病不入校，加强学生老师的自主健康监测等防疫的一个措施。为提升校园教职员生疫苗保护力，卫生局提醒今年尚未打过 BA.4/5 次世代疫苗者，配合中央全民 COVID-19 疫苗接种运动，于4月30日前请尽速再接种一剂 BA.4/5 次世代疫苗，可提升预防保护力，以提升防护力，共同守护校园健康安全。记者王海龙报道。